所有人听着，这节体育课你们上自习，不许干别的，我随时会去看监控哟。是的，咦，我们整节课是在看自习的视频，在做的监控的视频在上面，今天我们要干什么，谁也发现不了。神秘的设计回办公室了，把办公室人出来。杨姐这边来了。知道姐姐防疫测试。有没有人帮忙啊？哦，我先解决，我们继续。你们继续什么呢？小明老师，你们是来自办公室吗？怎么可能？你看清楚了，那是我吗？我早就知道你们有小动作，所以叫数学老师假扮我的样子回办公室，而我早就从后门溜进来了。你们到底在搞什么？哇，好可爱啊，我要死了。原来是受伤的流浪猫，这次就放你们一马，流浪猫我就带走了。啊，为什么？